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，这些公民涉嫌从事跨境网络诈骗活动，目前相关的案件正在调查之中。此次行动是中美两国警方积极配合开展的一次重要行动，中方愿继续同美方加强包括执法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合作，共同打击跨境犯罪，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。